我在路上办事情。我在路上办事情。所以呢，我哥他们也过来了。没有没有，谢谢点赞，谢谢。不止我一个人，我哥还有我一些亲戚朋友也来了，家人们。因为有人说要打我，所以呢，就是他们过来了。不是打官司的事，是别的事。要注意安全。好的，好的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下午好，下午好。安全第一，好的，好的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来进来的帮我们点点赞赞好不好？进来的帮忙点点赞赞。谢谢加入粉丝团。一个手链真的可以去合同。现在不是合同那么简单，家人们。现在呢，有人说要打我，还有说这些那些。侮辱我的话我就不说出来了，因为很不文明的话。你看得很好。你在哪里？这是什么魔镜？啊！谢谢点赞，谢谢。啊不 ，C 罗，谢谢 C 罗的墨镜。C 罗不是一个球迷吗？谁有那么大胆啊？只注意安全。好的，好的。因为有人侮辱我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侮辱我家人，侮辱我。谢谢杨大哥，谢谢红苹果，谢谢送的墨镜，谢谢。所以呢，就是他今天叫我们过来办这个事情嘛，然后他今天昨天晚上他说2点钟见面，然后就是说来办这个事情，然后。然后他说要来怎么怎么样揍我的嘛，揍我那种，就是威胁我嘛。然后我问他，然后把家人也叫好了，然后我就把我哥他们也叫过来了，然后他就今天就没来，他今天就没来。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帅哥姐们，感谢点赞。谢谢加入粉丝团，找那个你第二天的偶像，对，他就威胁我嘛，就是威胁我，然后侮辱我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如果这个人他不跟我一个合理的道歉或者干什么的话，我会把这些都给你们看的。支不支持？不是网络，我们是有微信的，家人们。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，你们会支持我吗？支持的打一波支持好不好？还有谢谢送的墨镜，谢谢。他已经威胁我不止一次了，家人们，一直在威胁我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，也从来没有干嘛过。但他这次是说叫我两点在这里见面的。前面那个嘛。想知道这个事情的，来把赞赞点起来，家人们。想知道这个人是谁的，把赞赞点起来。哦，陈太哥，想知道这个事情的，把赞赞点起来。我们他们还是怕了吧，这个见不得你好，不怕他们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也哎，
你们不认识的一个人啊，你们不认识的一个人不要瞎猜，你们不认识的一个人，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办不好的话，我会让你们认识他，好不好？支不支持？如果这个事情办不好的话，我会让你们认识他。现在目前你们不认识他，所以呢，不要乱打名字。那给我点点关注啊！我都是美商人。谢谢支持，谢谢谢谢。对，给我们这个你去哪里了？给要不要看一下我哥，家人们？阿子讲话要注意一点。好的，好的。没事的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对不对？这些我都有证据的，家人们。没有证据的，我不会乱说。对。我哥别人任何关系都没有，家人们不要乱带节奏啊！但是打正能量支持阿子的，加入一下粉丝灯牌，加入一下粉丝灯牌。因为他一次两次的老是威胁我，然后他侮辱我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他还骂我妈。所以呢，想知道的把赞再点起来。人气上去了，我就给你们看个聊天记录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哇，这个什么拉布，像你说你话没吧？又想看？又是拉布是吧？又是拉布是我哥。给我哥点点关注，家人们。给我哥点点关注，榜一是我哥，家人们，榜一是我哥。给我哥点点关注，你自己是不是是展现了八折？点关注先吗？谢谢点赞。所以呢，我哥昨天他我的家人昨天连夜四点开车从西昌赶到乐山来，但是呢今天等到两点等他，但是没有等到他，他一二三的在推，你说你们说该怎么办，家人们，你们说该怎么办？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谢谢点赞。谁骂你吗？有人骂我妈，家人们，这些我都有记录。你们不认识的一个人，但是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，我也可以告诉你们。谢谢 C 罗，谢谢 C 罗，谢谢谢谢。你们有人认识 C 罗吗？认识的扣个一，这个榜二榜三这个人。你哥哥好帅是吧？我哥哥好帅吗？他里面有作品吗？没有吧？为什么骂你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骂我呀。所以今天过来就是问他呀，问他为什么骂我，为什么侮辱我呀？但是他不来解释呀，他不来解释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谢谢送的墨迹，谢谢希尔，谢谢看一下你哥，想看我哥的把赞再点起来，家人们。谢谢红苹果阿姨，谢谢。哦。谢谢点赞。因为我没有文化，所以呢别人看不起我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所以呢别人威胁我，侮辱我，说要就是你们知道的，男孩子也会对女孩子怎么样？他这样那样子说，他那样子说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你们懂吧？懂得扣个一。他那样子什么什么那个，你们懂吧？懂得扣个一。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。看我的证据高，然后我再刷一遍。我给他把东西关了就可以了，开个十分钟。对，是这样子。这个事情呢，是他侮辱我，他骂我，然后呢，他给我发信息，然后呢，他叫我叫了人在这里等他，两点钟见。但是呢，今天我昨天晚上我哥他们从离宴几点呀？三点钟从西昌来到了乐山，来到这里，然后就是给，对不对？要给个说法，对不对？要，对不对？
他为什么这样骂我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这样说我，我又没有惹他，我又没有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今天就让今天就是他叫我叫人，所以呢我叫了我哥他们过来，但是呢他今天又不见人影了，不见人影了，知道吗家人们？所以你们说怎么办嘛，对不对？怎么办嘛？谢谢点赞，对，把赞赞点起来，把赞赞点起来。哪个人骂你了？我现在还不能说，家人们，现在还不能说。但是我想说的时候，我会说。我身边没有变，就快绝掉。什么时候啊？现在。我该说的时候我会说的啊，我该说的时候我会说。但是呢，我在这里跟你们说，你们不认识的一个人啊。发生怎么回事？拿枪帮你。打电话问一下，现在他也不接电话呀，他也不接电话呀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等他吧。哦，兄弟。对呀，人人都来骂我、侮辱我，太难了，家人们。我真的有就是这样子的吗？谢谢点赞，谢谢。不是你们提的那些名字的那些人啊，家人们，是那些人。来，你们打一波正能量好不好？发短信，发短信不回，发短信不回。再见。我要跟我的嘉宾呢。谢谢点赞。来，你们想看我哥吗？想看我哥的扣个一。但是我不想让我哥出来，知道吗？你的美女观众啊，俺妈是不也？对吗？啊，有美女吗？里面？有美女的关注一下这个榜二，这个榜二是一个单身的小哥哥啊，是一个很帅的，是一个帅哥，我哥的同学。嗯。是个男的，这个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是个男的。左皮吗？是个男的。八五皮，我快。对，我不叫我哥出来。对对，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。你们是要点红牛？嗯。没得了。啊？没得了，你要不要那个可乐雪碧？可乐。看看，你看看。雪碧吧。雪碧哈，一杯雪碧啊。两杯吧，两杯。两杯，两杯。但是如果我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的话，家人们，你们都会很惊讶。真的，你们都会很惊讶，知道吧？有可能你们有些人还会吓得昏的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知道吧？哎，这怎么又？你换一个账号再直播，没事没事。嗯，到了没？好，你请。听说前三了。没有啊。他说也拿不要，给我这个榜一、个榜二、榜三点点关注啊，家人们。你主要是跟人家了，是不是？遥遥领先。不要让我哥出来是吧？好的，好的呢。网络太复杂了，要注意安全。好的，好的，家人们，好的。不让我哥出来是吧？让我哥出来是不让，你们是为我哥的安全第一着想啊，家人们，是不是？好吧。他也在看我直播呢。你们说让是不让来，让的扣一，不让的扣二。确实也是哦，让他出来有点不安全哦。现在你看，人家都威胁我，哪天他威胁我哥了呢，对不对？哪天他要说，哎。说要打我哥了呢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是吧？是一个。先这样，家人们。